霎时间，一声巨响，两个石像鬼巍然不动，身体也一点点的石化。你们的使命完成了。李昂冷冷地说道。轰的一声，两个石像鬼石化的身躯猛然崩溃，碎裂成了一块块石头落在地上。伊娃怔怔地看着这一幕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顿时觉得双腿一紧，低头看去，自己的双腿已经被两团黑气困住了，盘旋而上，急忙做法，水晶球里射出一团柔光，护住周身，阻止黑气的蔓延。李昂欺身而上，一只手掌按住了水晶球，望着伊娃冷冷地说道，伊娃，我的家臣，随我下地狱吧。手中喷吐出一股黑气，将水晶球完全覆盖，随后蔓延到了他的全身，黑气在他身上上下流动，如浪花一般起起伏伏，又如同恶鬼的脸庞，不断发出可怕的嘶吼。伊娃，姚梦杰立刻回身来救，查尔金王奋力拖住他，只几秒钟，黑气平复下去，拖着伊娃一点点矮了下去，然后黑气收缩，完全消失，伊娃不见了，地面上什么都没留下。怎么回事？叶少阳皱起了眉头问道。被直接拖进地狱了。瑞冷玉说完，怕叶少阳听不懂，又补充了一句。西方的地狱。姚梦杰见伊娃和两个石像鬼身死，眼神十分伤感，但表现出来的很克制，祭出了一层血光，挡住了查尔亲王的攻势，望着利昂喃喃说道，现在的你确实比我要强大的多了。查尔亲王一听笑道，我们整个家族的资源都供给给他，我们等的就是这一天。凯瑟琳，没有外人的帮忙，你今天必死无疑。利昂对着姚梦杰举起了徽章，语气很柔和地说道，你要这个是吗？姚梦杰咬着嘴唇望着他，也不说话。利昂也不再说话，与他对视片刻，抬起之手，掌心噙着一团黑气，化作丝丝缕缕，看上去像是一个形状奇特的能量球，朝着姚梦杰飞奔过去。你锁死他，利昂对查尔亲王命令道。查尔亲王也不再迟疑，将一身修为尽数释放出来，形成了一道环形的血光结界，围住姚梦杰。姚梦杰虽然是王者，但是长久不在吸血鬼家族，虽然也是家财万贯，可以源源不断的饮血修炼，但是很多东西毕竟只有吸血鬼家族内部才有，因此他在修为上虽然比查尔亲王要高出一个等级，但差距并不是很大。查尔亲王不顾一切的全力施展，想要困住他一时半刻还是做得到的。怎么办？叶少阳眼看姚梦杰有危险，本能地往前迈了一步，瑞冷玉一把拉住他，什么也没有说。叶少阳瞬间明白了自己的处境，站立不动了。在他身后，捉鬼联盟的成员们也都没动，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大家已经在心中预习悲剧的发生了。大家已经在心中预习惨剧的发生。惨烈的一幕确实发生了，然而却并非发生在姚梦杰的身上。利昂的双手用力打在了查尔亲王的后脑勺上，能量波并没有爆发，而是完全被查尔亲王吸收。查尔亲王浑身筛糠般的抖了起来，艰难地转过头来，用震惊到极点的目光看了利昂一眼。他不敢相信利昂竟然会这么做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在利用我，你只是想利用我来复仇凯瑟琳，夺取财富和地位，用来发展你的吸血鬼家族，你也一起下地狱吧。查尔亲王浑身抽搐，似乎想要说什么，但是一道黑气顺着他的双腿快速地爬升起来，覆盖全身，将他往下拖了下去，如同伊娃一样凭空消失在了天台上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，包括姚梦杰自己，他自己也没想到利昂的攻击对象居然不是他，而是他亲密的伙伴查尔亲王。那些残余的一直站在附近的邪物看到这一幕，在最初的惊愕之后吓得一个个朝四周窜去。利昂站立不动，
摊开双手，一束束黑光飞出去，准确无误地击中了所有邪物，化成结界，将他们困在中间，无法移动。李昂面对姚梦洁，将家族徽章举了起来，柔声地说道：你想要这个？姚梦洁怔怔地看着他，不知道他想干什么。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就给你。姚梦洁一听，这才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，于是就问道：什么条件？只要我给得起，都没问题。李昂摇头，说出了他的条件：叫我一声哥哥。什么？姚梦洁怀疑自己是听错了，叶少阳等人也是吃惊不已。本来都以为李昂是要跟姚梦洁进行什么交易，但没想到他竟然提出这么样一个要求。这时叶少阳感觉到掌心突然传来一阵热量，抬手看去，是橙子的魂眼传来信息，于是按住他的魂眼，用罡气激活，让他感受到自己的位置。姚梦洁紧绷的神情一下子松懈下来，失声说道：李昂，你不恨我？恨，恨过，一直以来我都想要复仇，我根本就不想当什么吸血鬼，我很厌倦。李昂叹了口气：我厌倦了这一切，我在吸血鬼家族里虽然名义为王，但他们实际上还是接受查尔的吩咐，我享受最好的资源，只是因为他想用我来对付你完成复仇。我如果继承了王权和家产，对于吸血鬼的复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。但是凯瑟琳，我根本就不想当什么吸血鬼，我很孤独，尤其是在父亲死后我更加孤独，复仇好没意思。凯瑟琳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但我不得不伪装成想要复仇的样子，否则查尔会抛弃我，他会另外想办法对付你。为了你，我必须装作要复仇，并且要装得格外逼真。我等的就是这一天，将勃艮第家族彻底击溃，让你能够活下去。还好我做到了。姚梦洁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他无法想象李昂居然会跟自己说这样的话。叶少阳等人也面面相觑，如果说李昂说的是真的，那李昂可真的是峰回路转，而且剧情反转也太大了。